搞好怀念刚刚那个那种拉那个单人拉力赛，这个我全部都输掉了，干。这个呢，哇、哦，刚刚好像就是跑这个嘞，这个都甩尾的，哦，干不行。PVP 不好吧？好，来大家看好了。啊，我买不起。要换一下车颜色。好了，蓝色好了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就路遥感来玩这样子。5, 4, 3, 2, 1, 它的土厨是红色的，好不搭哦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经典在这边，非竞速型。还是啊 ，fuck！ 干，这要第三人称哦。干，我的 A 键真的，我的加速键真的怪怪的。他有教学课程吗？教你如何那个。那你如果甩尾啊？因为这个是甩尾啊，这个有点难。Right 660 crest. Caution right 4 tight. 干，难怪有时候打 CS， 我想说，干为什么我要进去那个墙壁的时候，我没办法往左走，因为干我的 A 键坏掉了。Into right 5 half long. Into left 4 long.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And right 2 over 80 pass lay by tightens to 1. Left 4.这要怎么弄比较？慢慢转没有错啊，但是很麻烦。哎 ，H， 开灯呢、啊、？W 吗？哎，没有。Right 3 long tightens into left 1 long into right 4 and left 6 into right 好吧，用车头灯好了，会比较好一点。Left 5 over crest。哦，我觉得我转向过度，就是油门踩太多了。Left 6 over 80 tightens hairpin left。这很好啊，但是你快也飘太久了，手刹车按太多。GG， 好，不用解释。这你轮胎没打滑啊，大哥。跑山就是爽啊！没有，现实生活是这边没有什么山路可以跑。国外的山这样跑比较爽。Into right 4 120 crest. Into left 5 long 100. Caution crest jump maybe 60. Left 3 long 60. 好，这样就算救回来了，因为不然要在原地那边撸来撸去，往前往后这样撸浪费我时间。Right 3 long 120. 好，以游戏来说这样就救回来，以现实来说的话你就再见了。
into caution, right two deceptive, keep out past junction, opens, into right two. 转不过来，还是要手刹车拉一下。干，拉一下而已，拉一下手这么贱，妈的按那么久。哦，真的弯不回来，欸，不，干，搞屁啊！加了第五名哦，干至少要有钱赚啊！妈，损伤多少？那种十几万、二十几万的车，我看不用跑了，扭力是很大，没有错。但是也有这种手残的，一定会一直撞墙。4, 3, 2, 1Go. Left 460. Right 3. 怎么这么快就下雪了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 Left 2 opens. And right 4. Into left 1. Right 3 long. Into open hairpin right.Into left 3. Into right 6. Into left 2 half long. 我只是来看风景的。Left 160. Right 5 continues for 80. Tightens to 160. 这样路况比较好一点。Left 1 long. 好，但我没讲。卡住了吗？哇，中国了！血，算了，干，他那个没有出来，我的车都没办法，只按 ESC 来那个。Into right four over crest.To left one tightens. Into right one half long. 哎，怎么了？啊！车爆掉了。Left 460. 然后就下一场了，干无言了。